其实我觉得啊，这个话题特别值得讨论，就是 Oracle 兼容性这个话题。我觉得 Oracle 兼容性这个话题是个伪命题，我认为是中国数据库厂商们必须要思考清楚的一个伪命题，就是我甚至认为这是一个不可碰的圈子，不能进的套子，万劫不归。如会果有我很多是，人反对你的看法。没关系。如果我是数据库的负责人的话，我一定把它放在比把它较放在次要的位非常置。次要的地方上。不论是硬件还是软件，要能够在商业上达成一些技术联盟，其实挺难的。不，这个东西就是我说的，政府不要去强干预，但是政府可以去强引导。ANSI 标准它不是一个强干预，但是它是一个强引导。